男朋友的屁股又大又弹，于是我们合伙开了家蹦迪店，生意火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极限定级，10月1位，您看看怎么样？开心爽。考虑一下吧，帅。攒下房钱的我们决定见完最后一单就见家长，但没想到小龙虾好吃是好吃，但是也太难扒了吧。顾客竟不小心用虾钳割断了绳索，导致他没了束缚，弹飞上天。宝宝，我这次找人来救你。没事，我正好飞出去把我朋友家人都接来，你放心吧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一到夏天就犯小龙虾瘾，不吃就浑身难受，但是又不太会剥壳。那你吃绝味的绝弹龙虾尾不就行了，单手磕虾一秒脱壳。一口一只也太爽了吧，而且每只都好肥美， QQ 弹弹贼入味。那当然了，每只都是新鲜现卤的，冰镇口感更爽哦。好吃啊。哎，宝宝回来了。你怎么就自己啊？你家里人呢？我没找到。我以为再见会是我们幸福的起点，没想到却是终点。我二舅，我爸我妈，我叔我侄儿，我说怎么找不到他们，原来都被你给缩了啊。他居然是一只小龙虾。原来你的腿是假的，你的屁股也是假的，里面藏的是绝弹龙虾尾，所以才这么 Q 弹。敢缩我全家，我跟你拼了。轻轻松松缩完一大杯，还有吗？宝宝，请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孤单的，我要让你祖宗八代都陪你。QQ 弹弹真好吃。